这是一座探索手工的旅程，今天会是哪个触动人心的故事呢？这台火车司机是个早期的蒸汽火车修车手。司机说，小时候他在月台上坐在父亲腿上，虽然火车没有启动，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火车的感触。我跟大多数人一样，这么多年过去，现在火车越来越先进，随着时间慢慢错过许多人生的风景，所以才想找回刚开始看到的回忆。因为现在火车零件很不好找，各种零件我要花上漫长的时间，经年累月的历史，我对火车积累了知识还有经验。每个人都有走过不同人生的道路故事，为了找回逝去的回忆，等再久都值得。火车工业就是一个漫长的等待，翻修一台蒸汽火车就像找回一段时光，不心急才能找回始终如一的感动。火车这种迷人的线条在现代的火车上你永远也找不到。你知道吗？这台车最迷人的圆润车轮，却也是让我最头疼的地方。当年这些人就用这些样貌，用他们的双手打造出这样的机械美，所以我们在打造着车身时，每一次的敲击都必须是最温柔的那捏。这么老的车以后还能找到零组件吗？很难找，有些甚至都停产了。找不到的我们就自己做，翻遍了世界就是为了让这一台车重现当年的模样。坚定的信仰没得商量，但这样坚持与执着才能打造出这台车的不可取代的弧线。好，
往往都说世界都可以。他们不轻易愿意放过自己，手中之缘都是倔强。